被小三送到那个加护病房，然后呢，我也不是第一时间知道。知道我先生在加护病房的时间是已经错过他那个黄金期了。我接到通知是我们里长到我们社区，然后告诉我说我先生现在病危在加护病房。那我那时候就是说我还以为是诈骗集团，因为平常跟老公一向都 OK， 只是说我跟我回去南部陪孩子，因为南部孩子在南部。我发现我老公有小三，其实隐隐约约都觉得是怪怪的，但是我婆婆都一直死不承认，就说没有没有没有。那当我老公病危的时候，就跟我婆说那就是小三。我婆婆就说我要感谢那个小三帮我老公送到医院。我先生的所有的医院的费用啊等等诸如此类，包括他往生出殡的所有的费用，其实这是一个庞大的费用。就是刚好碰到许大哥，然后他就说没有关系，这个他会帮我处理。然后因为许大哥他也是在做殡葬业，所以我老公的后事也是几乎都是许大哥的帮忙。但是许大哥也是只有一面之缘，不只是在精神方面，在经济方面，其实他真的帮了很多。除了工作，除了找不到之外，也让我有一个那个精神上的那个支柱，就是让我们认识了创价协会的这些朋友们。这一路走来，我真的谢谢许大哥给我的一些帮助，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精神上，包括就是教育小孩子的这些点点滴滴，所以我非常谢谢，也非常感恩许大哥。对，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也没办法走。